朋友们，又到了发货的时间，给你们展示一下啊。这个是发到新疆的八斤半的大货，底子加厚的。这个是30公分，5斤7两的。这个是孔锅，发到宁夏的。这个是发到云南的炒锅。然后呢，下面呢，给你们播报一个今天粉丝来拿锅的视频。不是过后吧？那多黑呢过后。家里这是直接锅，那是洗头刀，这是里面是直接呀，快呀这个。去年那不多那不多的麦子那只，今年那就是直接，这个锅也漂亮。这是该是昨天前几天那发了个来这个，前几天发了个大桶啊，40公分子。干一坨，咱家是这个是13个人给的。是哪这个锅？那还洗个锅子打磨了两个，不喊你这个那个是没有。俺这家的料呢？啊？你俺这家的料？没嘛。嗯。八成的料。我拿几盆呢？视频最后啊，给大家再介绍一个锅。这个锅也是35公分的，是从饭馆里面回收的清真餐厅啊。这个盖子是我自己的新锅盖，3两。如果你们谁需要这个锅的话，发私信联系我。这个锅到锅的话有点可惜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总共有6个锅，需要的朋友联系我啊。9斤3两，比我的35公分的锅要重1斤3两，底子特别厚。